有啊，刚那个直升机的平台那边有。哇，找人拿啊，小杨。嗯，找人拿、啊。对啊。出来吧，背景。什么？少几嘞？这边我们这附近刚刚有人哦。哦。刚有开枪的声音。有人打我。有人打你。哦，你稍微点。在你那吗？什么意思？嗯。哦。我先跑。有人打我，有人打我，然后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我们进去舔他的包，在哪，在哪？嗯，这大炮里面。嗯，在哪儿？外面有炮，外面炮的，在外面。在这里有一只。这不是很差一只，还好我听到。不同，我根本打不同边的。靠腰，三角。拉人，全死。有背景的，有背景的，有背景的。嗯。哎、欸，那烟。这边竟然趴一只。那烟谁丢的？我丢的。阿炳，你有烟哦、喔。我抽到、啊。你白嫖啊、喔？对啊。怎么那么好？啊，我都抽不到。好帅哦、喔。北西给你，嗯、啊。紫色的，我色盲。我要白色的，跟无抽同款。这有狙破。没关系。别打、啊，蓝标就打。对，绿标。怎么感觉好像很低？三圈了、哦。各倒一。要直接切过去打是不是？有啊。好。30秒了。我是不是也要脱衣服？哇！太大件了，很容易被看到。V E R， 哎，这里一个 V E R 死了，这里面 Water， 这里面有一个，哎呦，我的侧边竟然有人呢。另外一组要上来了，对，另外一组了，他们也跑过来打了，这边很近，在坡上而已，找一个，哇，拉一下，一枪头，拉了吗？你架一下，在前面斜坡，小杨那边有办法救吗？我有点裸，可是他没有，后退。
哎呀，我要被毒死啊！我要毒死了，太毒了，会被毒死哎、欸！你打不打起来吗？打一个绷带。坚持救起来，往我这边跑！坚持救起来，之后往我这边跑。好像不太行，太毒了。你这太毒了，这太毒了。嗯。刚起来，先帮你们下烟。完了，进不去。为什么是蹲着走路？完了，完了，跟我一样，剩那一小格。这里有两只。听巧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引战。感觉他们会发现我们。定了，他一定会卡你们的、啊。他被打。没有，他们在打那个。哎，我这附近近点。好、哦。这边有一只。哎，要说了。你不躲，你躲。完了，他有看到我。天子，快跑！在这。在这。啊，我怕不？全子，快跑！这么凶？超凶！操、啊！靠腰啊！反边。他们跟那个打空投那一队一起。同一组。我去一下厕所。好的。你们先打，我跟安可讲个电话。安可。安可。安可讲个电话哈，你们先打。全是这样子啊。哪呢？全是把我们丢下了。还没有，人家就回来了、嗯。是不是我们打不好，他就直接退队了？没有，你们先打，我等个电话，等一下就来。我们没有跟着他一起走，他退队了，白色，我看好白。奶奶的拖鞋。哎呀，
我要去讲一个电话，好，有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，好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是 follow 我？你是队长啊？什么？我是队长，我是最后一个，哪是队长？最后一个当队长啊？最好是啊。哦，你看，有人。让站在外面。阿娟子，他说他跟丹口讲了电话，没，下一场回来，然后小杨去讲电话，还是他们两个讲电话？嗯，不要乱讲哦，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嗯，三号不要一只哦，嗯，我还在等安口。
可能要两场的时间。两只靠近哦，从线那边过来，隔壁洞。听到。刚有一只被我打两枪。一楼倒一只。死光了。那他抽血，好可怕、哦。好，他穿山甲，难怪那么硬。你不是打楼上这只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是打楼上的那只。你们要吹一支吗？我不要，我满配了。为什么队友断线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是不是跟卷子讲电话？哦，他要跟几个人讲电话？缺补偿吗？多一个。感觉你要去喝点水，你我喝了，温的。对啊。我鼻涕又开始倒流了，渗风渗到鼻涕倒流。哦，鼻涕倒流超痛苦的。嗯。嗯，他下来就站在这不动哦、啊。嗯，很牛逼吧？他是 NPC 啦。那接任务啊？对啊。走，我们去打人吧。右边人在打什么？嗯，拜。啊，我的鼻子，老手。Hello， 维尼。你叫错了吧？叫错了吧？老手，维尼。很棒。在打包皮。喂！老宋，你不是这样叫了吧？啊？你叫错了吧？你平常不是这样叫不是吗？
我都叫维尼啊，怎么了吗？嗯，对啊，他都叫我维尼啊。怎么了？怀疑吗？嗯，不是三个字吗？嗯，谁？叫维尼啊？怎么样？放心。枪声那么多，没什么人在死是怎样？我回来了，吓死人了！啊？怎么了？没有被吓到。哦、oh, ，太大声了。嗯。真假？啊，我刚刚太激动了，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声音开太大声。不不不，嗯，我还有一座，我竟然存活着。你快点搜一搜，我们前面有人。好、哦，是是，我马上到。我们的右边有人，这边刚露头了。这里往左了。哇，那你们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？啊！都被车身吸引走了。对啊。哇，子弹不够，完了。小心！哎呀，啥意思啊？刚刚捡到补品，我来帮你们报仇了啦。可是我啥都没，来来来，敢不敢给我个饮料？自杀比较快，可以啊，有火箭筒。好像也不用，好像直接退掉了。但我鼻子真的要坏掉了。
二九，重按一次好不好？这应该都人机耶。为什么总是人机？好了，这时间怎么会排不到？嗯，猜啊。哦，有了。人应该要变多了吧？都七点了。喂，十七号，好啊，你就帮他改到四点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人呐、啊，有人呐、啊，还好不要快啊！完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。不会。这边。徐彪跟那个大松有一只。没有啊，这边后面一点就好。干他！哇，有你，你掉在那边，最危险。阿比，他没枪，他跑过来。我也没枪。他跑过来了。我也没。他有枪。哇靠北！哇靠！哇！他装没有了。哈哈跑过去而已，随便没有了。我没有半把枪。哪呢？要直接退了吗？人来了。可以啊。刚撤嘞。刚撤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两场了，卷起来。哈哈哈，对，卷纸嘞。我看一下，101.66，101.66，101.66，减92.。9.4，耿球嘞？耿球不见了。哎、欸，阿比，你有在开那个什么加速器吗？没有。那个开了有跟没有一样。对啊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
伺服器的问题啊。阿比，今天不要打球了。不行啊，我要关门啊。你还要关门？对啊。你是馆长啊？是帮忙负责的啊。哦。有人家开门，我关门。人家开门，你关门。因为如果开门，我现在就要过去啊，我现在就要到了。哦。哎呦！哎、欸，阿比，我看你有抽到一个什么？抽什么？那个啊，什么邓肯的套装啊？那个裤子好像有哎、欸，那裤子很好看哎、欸。我印象中好像有抽到，因为我那天看，我有一次看你实况，我刚好看到你在看那一个东西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没有换出来？我不忘记了，应该有了吧？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。那个裤子是卡梦的、欸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很帅哎、欸！你怎么抽的？教我抽一下。这有箱子就开，有箱子就开啊。然后就抽到了，一个一个抽。没有吧？那都整套吧？它是整套的、啊。就是你平常解任务的一些箱子啊。那、啊、就开到了。对啊，不然怎么可能拿钱去买那箱子？那超贵的。哦，好像只有我会拿钱去买那箱子哦。我宁愿抽枪哎、欸。我应该至少拿了一两万块在开那个箱子的，好像都没什么好东西。没什么好东西啊，我宁愿直接买，等有要的再买就好了。就是抽的太几率太小了，抽不到。三分哦，差不多在一场左右就要成。要哪？打球啊！你又要打球哦？要啊，一四都要打、啊。你打羽球，打篮球？篮球啊。他是 NBA 的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跟我跳？没关系啊，都按了。我刚出去。刚出去才刚回来，好，现在不跟了。不是刚出去刚回来，我刚跟我爸讲话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不跟了。我也没跟。下面有人呢、欸。哎呦！M four 啊！好多 M four。丢够了。好穷！
要去下面打人了，连镜都没有。应该要来了吧？甲刚好像有一个在这吧？你说他们要上来了？没有，没上来，还在这，有一只在这。进来都在听我们聊天这样子。对啊，不然我也没办法跟你们玩啊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玩？因为我没有电脑啊。中间这里，中间有一只。有一只来救他，举标。后面还有一只，这边白色的。三包哦，差点被打死了我。这里还有一个三包，光那么穷，多一个补偿，补偿加加。好想睡觉。我也是。这么早了吗？对啊，我鼻子很不舒服。哇塞，干冒。那你就吃个药，然后就可以休息睡一下。补偿在你这吗？对，来了，在这吗？好啊，煮好了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屁股啊？怎么的？多的。怎么的 ？M4 的 ，M4 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周多连着电。佳佳，二头都舍不得给啊！快跑！这里应该很多佳佳。喵！你叫小羊，我叫小鹤，看。小鹤是谁？大猫说他叫小鹤。为什么叫小鹤？我也不知道。又小鹤，又小鹤啊！又小，那就是说小羊又小袜子。嗯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你是找到宽的那一个？对呀、啊。
是不是只有宽的走啊？嗯，因为走到这边就走不了，除非再绕。你被打吗？没有啊。哦。岩浆。那个枪声跟你扣血同步。嗯。敢不敢给我一个屁股？太扯了吧！我收这么久没有屁股。关键好了，这个图我收东西一堆，有时候都没有。大猫，你是要买账号还是怎样啊？有人在跑，有看到这边一只，吃了一只，哪一只？要打哪一只？后面这只打吗？好、哦，来、啊，好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。那个厕所后插一枪。我要先看左边的，我队友等下踩上来。厕所后，对，我操！你上了，到石头，朋友，后面那个两个长房还有，这里哦，这里的三只，好可惜，哎，兵器，兵器好凶。炮超多枪的，好凶！有头盔，是啊。他们被打，他们被打，那里被打了。趁机下去吧，怎么样？这个长，这个长的有、哦。快过，快过。可是下去我们好像也不好过去啊。嗯。我要走了。对，还是要走啊，因为他们刚跟他们打完，应该要挺包。再不往前，后面得要来。一起走啊，三只让他选不到要打哪一只。要先休息一下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右边这里有人，这里，这里。没关系，你不舒服就先休息。两只以上，两只以上，他看我们这。要吃药哎、欸。开始了，他想打那个，打回你，你继续跑，你继续跑。跟山顶上的应该不同组，因为刚山顶二十。往左。往左了吗？往左的。找一只。好像变得到。变掉，变掉。还有在这。
一枪没死。后面的来了，后面的来了。有一个大的。我们可以炸掉那个东西。把后面那个妹控架掉吧，那个要跑毒。这是指导吗？指导，妹控不知道在哪里。好像在房区哦，好像刚有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走进去了。应该是人。确定。我补个血。对。有看到二楼一只。那个秘密是。另外一边的，也是在外面。先围墙一只，跳出来了。MK 跳出来又跑回去了。然后高炮。鱼标，朋友，一枪两枪。这间吃毒，死了，没空死了。你那个 mini 那组死了吗 ？mini 死了。在打人，差不多在这个坡后吧。好像来得及踩回去看。下面。对啊，在下面。一点防区没看到。他往左，这里也有。都在毒外，等一下可以架。是说我很毒，但我觉得近点的防区会有。刚刚那个 STS 蛮近的，说毒了，后面在空投，差不多到这了，这里也有。这里也在打，三只四只，小王看到吗？我现在没看到。这里都在跑。毒啊，还有，哦，没死，他们在毒外打，好牛逼啊！谁叫他们要在毒外打？是超毒了，是说无哎、欸。
我先休息。OK， 你们继续。好，我要出门。注意身体啊，哈。嗯。剩下我了嘞。卷尺嘞？卷尺嘞？卷尺嘞？对啊，不是一两场是不是？先去吃晚餐。卷尺嘞，卷尺招都可以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哦？我今天不用啊，今天公休。先出门了，拜拜。Happy bye。拜拜。八八。什么年代还有人说八八？八八。阿瑞德卷尺一个吃面，他去吃面啊、喔？他去现场吃？他好像说要去吃面啊，对不对？那也吃太久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回来了，你们打完了是不是？卷尺回来了。你们打完了哟。他一个不舒服，一个去打球。维尼不舒服是不是？对啊。对。哇！对啊，还是他们等你等太久了啦，太水啦！讲完啦！讲完啦！我们通常都讲半个多小时，为什么能讲这么久啊？两天没讲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讲的？有啊，很多呢。是啊，有啥好讲你？真侪好讲的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讲电话可以讲什么、欸。真的哦。嗯。那、我是视讯啊。视讯跟讲电话不是一样意思吗？不一样啊。差不多吧。不太一样吧？我觉得不太一样。差不多吧。感觉起来差不多啦。瑞德去吃饭哦。对，瑞德也去吃饭。哪里？所以你们都会讲电话讲半小时、啊，每天哦。我就。对啊，我们每天都讲电话。他正在想怎么回答。哇哇，看他真浪漫呢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没见不到面就只能讲电话啊。为什么见不到面？在台南啊！啊，你在哪？台中。我台中啊。你差一点点不啊？远啊。无啦，也不是个随时可以去的距离。对啊。应该可以随时出去啊，随时一起出去啊。我们会安排时间，但是不会每一次的。靠啊，那是不就久久见一次这样？对啊，就大概一个月一次吧。哇哇哇！感觉你们会睡前讲电话吗？
不会啊，我就是他下班吃饱饭，大概六点多讲个半个多小时，然后就这样。可以睡前讲一下电话，晚安。睡前太冷了，我就睡前就讲说晚安，就这样而已。哦哦，哎，晚安哦，安呢？浪漫。没有吗？哎，暗安哦，好困啊，小爸紧困哦。行，这个行，这个可以。小爸紧困，差不多吧。小爸紧困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可以先打，也可以先缓一下，都行啊。那我先来叫个晚餐吃好了。你还没吃晚餐？还没有，我三点才吃午餐。你下午三点才吃？对啊。你为着讲电话，唔吃？对，我就是你。为着查 uncle 讲电话。对啊。嗨 ，Hello， 继续玩。Hello， 继续玩吗？可以啊。我想看你们玩，我现在有点冷，靠腰，我这个酒是不是要感冒啊？对啊，冷，低温烧。不是快要，是已经。你要不要先去买个普拿藤吃一下？普拿藤可以退烧之类的啊。嗯，你现在在发烧吗？没有啊，还是在买什么感冒热饮？找一下啊。Food 怎么可以吃面吃这么久？柯林吃三碗吧。你就笑诶。柯林吃三四碗诶。你就笑耶。嗯，让我把普拿藤带去公司的办公室。哇，凉掉。嗯。居居。看个图好不好？我打到这段有点腻了。我也是哎、欸。我也打个雨林好不好？我要吐了。已经在吐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这么爱玩这招？您 uncle 讲，可能下脚真长，所以要吃较久。哈笑了。你看我没讲话。uncle 很会聊天哦。我哎、欸，不对啦，那是因为我用台语讲，他说下面可能很长，所以要吃比较久。有没有比较不猥琐一点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我怎么越听越奇怪？啊，面很长，合理啊，所以要吸比较久啊。对不？伊也袂使一摆拢输入去啊。你给死！就是快噎到的时候，就要先咬断嘛。嗯啊，越描越黑。对啊，这比较好。吸着。他们很在吸我同时。啥？你聊天室的那个显示的那个怎么？哪一个？看起来很暗，右边啊，荧幕右边，直播右边。右边。嗯。在哪里？你实况上面的字啊，聊天室的字啊，啊、哦，你怎么不做个就是比较淡的白色当背景是吗？
我也不知道放什么嘞。这是维尼啊。对哦。对哦，就是维尼。嗨 ，Uncle。嗨 ，Uncle。龙台农事哦。看你嘛。哎呦，是抓西洋。回来了。我看你冻死在外面。你还真的穿短裤出门才好笑、喔，笑死！快笑死！哎，阿比耶，他出门了，他去当 NBA 选手。哎、欸，有一首歌有唱到 Uncle， 那是什么歌啊？啊？Uncle 拉拉吗？我有吸收到大肠包小肠的精华。嗯 ，Uncle 说的、啊。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Uncle 会知道？